党团总召林维洲，立法院喊退回陈局，下一秒吃了诚实豆沙包。刚刚已经有听到这个蔡宜哈这个老的同事讲到了，说陈局在监察院里面并没有任何一件案。完全正确。林维洲清楚明白，没有剪接。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菊在监察院没有案子。网友哭诉林维洲讲法做成 repeat 版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陈菊在监察院里面并没有任何一件案子，完全正确，完全正确，完全正确。没有就是零，零就是没有。网友留言问林维洲，那国民党到底是在反哪出？反陈菊，反陈菊到底是在反下面？听起来似是而非的反对理由，其实早在节目上不小心讲出真话的林维洲，当场就被挑战到讲不出话。他既然不能调查案件，他也不能够干涉任何监察委员去调查高雄如果有任何部署，有任何机关有违法失职的地方，也不能干涉他去调查呀。换句话说，这跟陈菊做监察院长有何关联呢？问问准备落人十七号决战立法院外的国民党中央怎么说？林维洲的说法是你能够认同的吗？并不是直指他本人的案件，是他担任市长的这一个角色。高喊退回陈局，但又无法讲个为何而退的好理由。蓝营重组林维洲十七号天亮前，不如回回网友提问，到底是在反什么？三立新闻由嘉伟、陈嘉文综合报道。